为着要将家己所学贡献予家乡，鹿港在地主席张纯利特别找了几路的好朋友，回到鹿港开设齿科诊所。除了医术好，嘛特别引进真济先进的器材，予鹿港地区的乡亲买当得到上好的医疗资源。为着庆祝开幕，业者特别准备了盛大开幕大会，邀请大家参与。为着把家己所学的贡献予家乡，业者特别返乡开设牙医诊所。让鹿港的乡亲得到更好、更优质的医疗服务。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地彰化鹿港人，然后刚好学有所成，想说要来回馈在地的乡亲。我们的诊所也有电脑断层、侧颅，以及之后可能有高压氧设备，能帮助伤口愈合。这些都是牙科比较先进的机器，这些仪器都可以让我们的患者来使用，有更好的医疗设备。伫只服务的医师，大家拢有真丰富的学经历。另外，业者嘛引进了真侪先进的设备，让鹿港地区的民众嘛能得到上好的医疗资源。我们有台湾医学院毕业的，也有从美国留学回来，也有从欧洲留学回来的。这些医师学经历都很丰富，都能给乡亲最好的服务品质。这里有那个 CT 断层扫描，可以拍出全颅的影像，就是整个口腔的状况，然后帮助那个植牙的精准度更高，然后也有隐形式的矫正，所以希望如果大家乡亲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参考一下。因为隐形式的矫正是未来的趋势，还有人工植牙是因应老人化社会。那当然，我们有配合县府做一些老人假牙的补助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进来咨询。在开幕的现场是来了真侪乡亲甲贵宾到场祝贺，也希望诊所继续会帮助乡亲解决喙齿的问题。新彰化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